现代年轻人谈恋爱都非常现实，你条件好我就跟你谈，你条件不好我就不跟你谈。说有一个女的啊，有的女的就问这个男的，跟他说，哎，你有三套房吗？嗯，没有。你有奔驰宝马吗？没有。你有七位数的存款吗？没有。哎，那你有啥呀？我还没讲出来了，那女的转身就走了。突然男的就急着跟她说，我管理了几百人，其中有很多律师、教授、企业家，还有很多帅哥美女呢。女子突然之间回头抱住那个男的腰，满脸崇拜地说，死鬼啊，你不早说呀，这就够了，你是什么公司的老总啊？那个男的说，我是群主。